等一下去嘉义，一个半小时哦。冲了啦！商务舱啊！今天阿呆难得出外景，大家坐好一点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嘉义到鸡肉饭，以后我们都用那个名产来当做代名词。那宜兰是哪里？乐色饼，桃园外劳，不是，而且没有高雄。我没有来过嘉义高铁站，他睡老爽，选对了车站。因为车主在屏东，他说台中以南的车站我都可以选。为什么不选台中？我们是这种人吗？人家从屏东开上来，我们要体恤一下人家好不好？你知道人家说给我们选台中以南，我们就选台中，感觉我们就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。好，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做人妈的很鸡歪。台中嘛，就是听讲，车爱总共在哪无？所以阮这两天已经开看嘛。哎，都不错，帮他记一下，你看，都还没什么，还好试车，都安了就啊，遥控器就啊，好啊，加油啊，遥控器，你都，我爸爸车你就是人家，对，啊，我根本没开嘛，没开啊，他一直哦，你真想要，没开机，讲话，两百块耶，是吧？阿大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回去，如果有买。这钥匙要保持这样。欸，你咪做齿模，你敢不会该用些一点模具？阿姐喜欢冰冻的霸王。哦，我可以的。真的专业，还有霸王。你刚刚好，你可以登一下。对，不是肉粽，也不是超贵，都不是，是霸王，你就知道。这个是忠实的，我自称霸王达人，没有吃过屏东的。哎，李开外公，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不想让我看后车厢，对不对？没有啦。你看看后边，看快派我。哎，五连体吧。有啊，五连体足够的。哦，五连体足够的。无啦，你伫个翕烧的，安尼无好咧。对，我今日翕的遐歹。啊，是恁今食食？无食。十点。好啦，30点呢。30点，阿爸吃完饿，我还有点饿。OK， 啊，这无弄过啦。啊，我要发动哦。好，你要发动。看到有见阵仗。哎，你看看。发动啊！8万，就我查一下哈。好。哎，欸，真的，阿丹，你看这个里程数，它定期验车里程，下面没有红字。你那个摄影机拍好一点，它这个颜色叫浅黄色哈。这不是红色，没有，妈的，给监理站的人员，全省监理站人员看一下，好，这个叫浅黄色。你是怪问你这问题，就是因为你那边3万9000的，那片化了哦。应该在那问你看嘛，你有兴趣？哎，你讲你个老回，我说哎，无啦，我是拢一定会回啦。我意思讲是你有那个意愿，因为你帮我估完价之后。为什么意愿你知道吗？因为 T6， 因为 T6 就少，虽然它税金很大，但是一动抽息是无入无上。上光级的啊，哎，马力上大，哎，有双涡轮。T6 听到就爽的，你刚刚听到，刚刚是迄个 AMG 这种感觉，是即马个 T3、T4、T5 啦，足久我无听 T6 啊。但是哦，有当时啊，这种车我感觉就是有一点比较类似台湾数量，越来越少，能救就救，我刚才救流浪狗。啊，这一等下就是哦，咱坦白讲，咱要白人120万嘛，无人要杀下咱啦。啊，咱就讲加油啊，救救看有人会使接受继续甲照顾安尼。好，安尼我甲你写一个合约书，好，来讲流程。人伊来的阵，人伊伫个千交代万交代，讲伊无想要上架的。我记得我才甲你讲。我讲，哦，你安尼有这想法嘛？对。哎呀，几百万人咧看。没啦，你若不爱，我就甲你这个叫阮阿达甲你打码，结果打码主头到尾拢趴咧遮。打码遮。无拍面。想都没。有啊，我甲你打。这个你在观看的车嘛？住的是到零几年的时阵才开始住的厝。我伫阮公司管头家迄个2005的七速口。啊，迄个有啊，迄个有啊，2002，哎，2002。你听看看迄个坑，迄个树皮，啊，像迄个车，讲朋友要来甲顾，甲讲顾。
20万呐、啊，朋友之间买安尼啦。安尼算足好价安尼，车行到我路上。阮头家就讲，我这买400几万的车，你搞讲嘢，迄种十几年前的代志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啊，同无同。阮头家会看这个。阮头家买来看这么创个老岁仔人，只能讲糖尿病断伊尔啦。哎，就其他个痴痴个糖尿病。我都想要讲咧。讲咧，你真正。一点这慢性咧，这慢性咧，嘿，慢慢甲你饲，慢慢饲，对不？是啊，伊头仔要倒诶，神经点点结婚啊，那种咧假笑哥。不三时，暗时有啊，拢摕蜂蜜啊，香菇安尼。来，好不？直接就抓起来啊！我靠。挂伫个所在，挂地底，弄做伊咧挂，我无恁内容咧，恁平常一下啊。哎、欸，好了呢，已估了呢。这么快？聊天的时间20分钟，写会的时间2分钟。看一下凯南，凯南是什么？牛南的朋友，我你看一下，你解一解。凯南是当时的那个代理商。阿戴，你讲20年的机票漂不漂亮？还不错啊，蛮亮的。哦，那机还蛮亮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有时候要找一些宝物啊，就是要往南。人家说高手在民间，藏在一些乡村啊、工厂啊、仓库啊什么这样。好，啊，我说一下，这是1999年的 Volvo S80 T6。我当初就是冲着 T6 来的啊，当然 T6 我记得是200多匹马力，不到270是不是？272。对啊，270左右，然后38公斤的扭力，当时是出2.8，也就是说2.9，双涡轮，你知道？现在把它双两颗，双涡轮车其实。后期其实很少 ，BMW 335用双涡轮用一阵子之后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个车哦，我是看到 T6 两个字，现在都 T3、T4、T5，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 T6。T6 就是什么性能车的代表，就跟听到 M Power 一样。有时候因为拍这种影片，然后看到这种南部的粉丝朋友这么热情，哎、欸，霸玩呢、欸？我跟你讲哦，他拿霸玩就代表是什么？真的是有在看我们的，有在看我们的影片呢、欸。哇、哦，是给。好嘞，阿、啊、娜，你们听过一种说法，你时速开超过60，啊，手伸出去，然后这样抓抓抓，有摸胸部的出来，好像是什么低罩杯嘛，就是日本流传过来的嘛，你有听过对不对？我听过啊，我听过。妈的，泰山竟然没听过，妈好爽。就泰山不摸胸部，泰山不啊，泰山是摸的是别的胸肌。你不要再这样说泰山了，他不是都被我们说到是啊、哦，虽然他真的是。30颗肉圆，三十颗。对，我们先前在 LINE 上聊了很久，就是同温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等一下去找看有没有好吃的鸡肉饭，然后吃完，哎、欸，美食节目做一下，大家会一顾，好不好？走。这是便利财宝。多谢，多谢。这样。便利财。这是。哎呀，切啦，鸡肉饭配啥要切啦？我。真的假的？我想讲是迄个塔古旺的，以为是塔古旺，塔古旺，你知道吗？塔古旺那什么？年轻人，这是台语还是什么？塔古旺是外来语，就是那个黄萝卜，这个是芒果青，就情人果那个芒果。啊，情人果，吃看看那配饭，先吃肉，嗯，肉很 Q。台湾的那个鸡肉饭有没有？糊糊，你看肉咬下去没有嚼劲，然后一咬就粉粉的这样。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腿肉，还是火鸡肉本身比较 Q， 蛮有弹性的。它比较像我们那个去吃那种土鸡切盘的那种肉的肉质。酸的吗？芒果青超特别，酸酸甜甜的。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这种姜生滴，我喜欢吃蜜饯，或者是那个寿司的那种姜。反正我喜欢吃腌制品，就对了。对，我觉得吃起来会食欲大开。没错，我爱吃鱼，我很怕吃到鱼有糊味。糊味，应该吃的是很贵，不知道好吃吗？还有再一个就是油啦，其实鱼肚好像就是要吃它这个油啊。然后这边交给你，不吃那么油。没有，人家说鱼肚要留给老人家吃的，所以鱼肚要留给你吃。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叫待会再给妈妈吃，我跟你讲。这根真的是根嘞，这是根啊，超狗的。狗，我没有看过这么狗。你知道根，你只要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它就变碎了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可是根我可以耶，重点是它这个根是里面是酸味很浓的。你知道出家人不能吃酸，哎呀呀呀，会冲动，什么冲动？暴躁啦，会燥啦。我刚咬起来，我想说看这种膏状，我想说不妙，有可能是很甜的那种甜汤，你知道吗？甜汤，像甜白木耳一样那种甜汤，就喝起来没有意外，没有酸味，很好喝。一起你要拿香蕉，还有香蕉，自己种的啊。啊，刚喝完就问我你要不要吃香蕉，好久不是女的。美食水水湿湿啊，好，今天湿湿。哎，你看多热情，饮料、沙啤酒，还有香蕉，自己种的，
香蕉，真的嘉义非常热情。很慢的，新鲜鲜采啊，记得来这个传家牛肉饭，少东过去，好吧 ？Go， 好吃。好，原来嘉义高铁站附近一定要来吃一下。人就热情，所以我们刚刚也分了几个霸王给他，礼物的概念有没有？礼物义务。哎，跟他不认识哎、欸，然后他儿子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台北的北车哦？小司嘛，哇哇。”然后他妈妈就哇，好热情，饭够不够啊？哦，啊，今朝我给你整的啊，不要，哇，拍死啦，我不要紧，你给你整的不要紧，哇，就塞给我们。我觉得这种感觉超棒的。刚刚那个妈妈一直想跟我买、欸，我觉得她是认真，有点想。我觉得她是认真的啊，她觉得五万很便宜啊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重点，他们现在开XC60，所以她看到有亲切感。同个牌子的、啊。对，然后她知道这个车很安全，对不对？她开XC60开久了，看到这车五万，她觉得哇划算。你不要看哦，有开 Volvo 的那种年纪大的开 Volvo 的，其实忠诚度很高的哦。哦 ，Volvo 这个牌子有时候他们给有一些有钱人哈、哦，他们的感觉是他们其实是。不想那么高调。从以前我小时候 ，Volvo 的品牌定位就有点是这样，给那种不想太高调的人。可是呢，他又很注重这个想要欧洲车的这种扎实感跟安全感，他就买 Volvo。那以前那个有钱人不买双 B 去买萨巴的，有没有？他们都是追求速度感。我以前遇过一些工厂的老板呢，他们都很喜欢开萨巴的车。第一个低调，第二个那个车开起来有那种速度感、爆冲感。好，等一下我来吹一下这个双涡轮。我想老车其实不太能吹，因为你转速一拉，压力高，哦，水温高，妈水管就爆了。可是我觉得它这一台车真的马力很大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开到100有没有？我油门这样踩一点点。一般来讲，双涡轮的车比较不会有涡轮迟滞，因为它的涡轮通常是一颗负责低转，一颗负责高转速的。我刚刚加速起来，觉得它就是。哦，比如说我从90开始加速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速度指针是这样，很维持一个均衡的速度一直在往上加。然后呢，只要你勇气够，你一直踩的不要放，它这个速度应该可以没意外可以给你延续到200去。可以到200哦。可以啦，这车过200简单的话，只是不知道他妈它喘不喘得过去而已。我不敢保证它喘得过去。哎、欸，塞车嘞！看塞车对老车来讲是另外一个考验，你知道吗？要温多啊！你不知道老车停停走走最伤了。其实反而你有维持一个速度，有没有？100公里这样在巡航在开啊，其实还不会那么不太容易抓温度哦，因为有气冷啊。撞风啊？对啊。可是这种停停走走，你如果风扇不够力啊，一下就抓温度。所以我现在很紧张，我一直在看那个温度。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所以这种停停走走，我觉得有点担心。哎、欸，还开80000，他跟我讲说是他爸爸当初买回来二手车，买了之后还租一个车库给他停，后来他爸就中风，就没办法开车了，然后这车就一直放在车库里面。然后因为车是买儿子的，就是刚刚那个车主的名字嘛，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，那他觉得说啊都没有开，所以他觉得很浪费，尤其是3000cc 的税金，哦，一直放在那边养护他缴税金，他想说啊也没再开。爸爸也不能开了，所以就把它处理掉。所以每一台车哦，真的都是有他的故事。而且他们人很好哦，因为他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去开上来，他说哎，我不确定这个小司你能不能开不开得上来。他说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他就先去验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这几天就是都在开，他还先帮我试车，先帮你试车。前两三天他就跟我讲说，小司我试了几天，我觉得应该是开得上去没问题。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啊，不然这样啊，既然我开了觉得没问题，那我们就约在一个中间点，我开去给你。啊，我就跟他说啊，不然嘉义没去过啊，去。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行程。啊，那你知道你要认真闻哦，这个味道就是波波的味道。对，我刚一上车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个味道，我以为他有放香包。没有，这是波波的味道。有点木质调的那种香味，以前老的双 B 也会有，车上会有一种木，不同他们的那个味道都比较偏向于那种木质的，这味道都不会淡掉，不会，因为它那个是板件里面的，对，看小市长知识，你知道男生喷香水，你一定要喷同一个牌子，你不能换。有些人喜欢买哦，哇，透明耶，哇，香奈儿，哇，上面普拉达，好不好？买了很多种品牌，各式各样的香水，你要记得，男生喷香水，你就是你喜欢哪个味道，你就固定都喷那个牌子就好，因为那个是让你有辨识度的东西。人家见到这个人，不只见到你这个人，他还记得这是你的味道，这是一个记忆点。所以当这个女生跟你分手以后，她在外面，曾几何时，她跟阿呆分手了。她在路上逛街的时候，哎，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，转头一看，有没有是一个肥宅？然后就想起了
当时他跟阿娜在一起甜蜜的日子，默默的流下两行泪。我真的是这样哎、欸，闻台湾女生用多芬的洗发精，闻到我受不了。下次再闻到多芬，妈，人家硬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莫名的流下了两滴前列腺的液体。同样是普通台，什么车撞我这？德利卡撞了 Lexus， 再撞到 Camry。再撞到 Vios， 看前面还有，我、哦、前面还有，哦，八台，分成两个小族群，到台北看亮灯了啦，刚下交流道就亮灯，这有写啊 ，Left Turn Single， 就是那个左边方向灯有一个烧掉了，哎，下交流道它就亮了，刚刚开一路都没事呢，所以这台车是好车，而且你看温度，它大概跟你今天下午拍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位置。这只有两个状况啊，一个就是车况真的很好，还有一个是嘛温度比较坏。但熄火它还是在那边，备用三秒胶粘起来了。哇，哎、欸，看这照也不错哦。啊，台北下大雨，那嘉义啊穿短袖。啊，到台北了耶！ Yeah! 要不要开一下灯？哎、欸，阿戴，我看，我现在来质感，你按这按钮的质感。声音呢？是不是很扎实？不是那种嗲嗲嗲嗲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灯是慢慢的这样变亮。二十年前的车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相亲热情之旅就到这边。以后哈、哦，阿呆，下一次我们就妈的都要到庙口玩游戏了啦。下面一位，有没有？继续送幸福。对，好、哦、挑战，用这个巧克力棒穿橡皮筋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以后我们就是妈找相亲的啦。我觉得相亲比较好相处，比酸民好多。我讲今天妈妈跟我合照，你知道我觉得她的心态是什么吗？哎、欸，这不知道是谁啊，不过好像听我儿子讲，好像很红的感觉啊，不然跟他拍一下了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那个妈妈的心态有点这样，你有觉得？所以我觉得她拍照感觉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加减拍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一个有名的人，不然蒙拍了吧？感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妈妈怎么知道我是谁啦？好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。继续的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那、啊、留言是踊跃讨论，很棒，有讨论大家才是一个愉快的天地，好不好？下次见哦，拜。好吃吗？哦，干，干了蛋你啊？他是屏东跟彰化哪个好吃？彰化，不是要蘸一下吗？没有，他的皮，我不知道是我们带回来太久了，软软，所以我喜欢吃的，所以喜欢吃蒸的还是炸的？炸的。比较后期有发明那种，那叫什么脆皮霸王东西，他把皮炸到已经变成硬，脆脆实实，那就很好吃，很香。阿弟，你三十号啦？三二一，我是张宇。哎，过来进来。打开，就像个木字一样。哎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加罗先生，嗨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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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